西丽顶农会内底员工当日无用包装礼盒，即挂礼盒拢是民众定要过年送礼的。为了要满足民众的需求，西丽顶农会即处推出了十几种的礼盒。是咱是日常爱用的物件，啊，包括阮一挂迄个好礼伴民众内底，就是豆油甲米，就是咱每天三餐拢爱食，啊，佫来就是阮的美颜系列的物件吼，啊，就是一挂咱的小姐用的这个物件，阮拢是用最天然的米。落去做也主要原料，所以这拢无含化学遐成分，所以很深受到咱的顾客喜爱。因为农会推出的年节礼盒拢是真实用的物件，加上计数大概拢伫咧三四百块左右，一般民众较负担袂起，所以销售的状况真好，比起往年增加超过两成。要出货以前啊，把它组装完毕，所以阮的同事吼，阮的同仁吼，即马逐工吼，拢会加班到六点外至七点外呢。因为我们每天现在的出货量吼，一工拢两三千，压两三千，压来出。西丽顶农会总干事廖金虎表示，目前的订单就已经超过200压了，平均每工出货拢爱两三千压，所以员工即阵啊，拢在加班包装。伫咧顶年度，咱即个伴手礼的部分可能只要我咧只要两万左右，只要万七八组啦，啊，今年都已经超过20000组啊，已经20000外组啊，啊，目前咱的订单咧，我继续咧接来咧。离过年愈来愈旺，民众会当多多考虑参考，选择适合的礼盒送礼也是自用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